同客家相关的消息，我哋看到老头拜大家对客家沙屯的印象冇同样，普遍系从山歌冇就卡多些。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就副头位一群，他约系三十岁嘅客家青年，家头对经济同产业的出发，成立嘅全台湾头一代客数青年三景协会，希望提供新北市的客家后生人相互分享交流的平台。对各行各业来嘅李金斯后生人，连连发表自家对协会嘅想法，争取非人嘅支持。另一条唔单止希望打帮自家嘅专业来上述客家文化，加啲位新东西，咪要将后生人嘅力量团结起来，为客家行多高发高人。透过这个强化这种客家，然后年轻，然后找到一些创意的元素，然后甚至能不能结合所谓的产业经济这样一个方面哈，我想这样其实可以真正可以去帮助所谓的客家的年轻人哈。客家委员会副主委钟万梅每期都现场鼓励大家，同时讲也未系先前跟新北市强美客家政策协调平台合作披蒙六都方的一方，希望新北市客务局系列牵头的角色，安尼系提都市的客家后生人都有好来相互交流经验。新北市的你啦，客属强人。三金协会啊，嘅成立吧，也是执行扶育诶，你客家政策的一个方式之一。希望促进诶其他县市的客家委员会啊、客家事务局啊、客家处来遍地开发。传统的上面人一下协会差不多有七十位成员，包含金曲歌手唐云芳，也就是东东，咪是其中一类。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讲，也提到有几多人是客家企业家，古所行拜咪会推出相关的企业参访活动，大帮安尼来培养相爱巧妙自家事业的客家后生人。客家新闻，齐永尊、庄以山台北报道。